看来也是个古老骨灰级玩家呢。5.0，5.0，5.0感十张。所以现在不是3.9吗？5.0不是要好几年后吗？4.0那种。不对。哦，算赛季哦，哦，赛季应该3.9不是吗？还是我搞错了什么？我现在有点失职，拍谁？可以纠正我。人一旦吃了药，就是有点怕呆怕呆的。哎呦！特修真好用，虚荣又捡到了。我现在没办法一直玩下去，我现在玩一张就要修一张哎。等一下，他是他不是要吗？他要吗？他要画什么？请问还要吗？不喜欢玩赛季游戏，我能体会啊，就是因为都要重练，就是都要重练。哦，可是还好，因为他每次的赛季的内容跟都会有更新，所以就，等等，忘记拿花石。抖音才会这样子。TY， 35C 了，慢慢累积财富。我现在可以解生活吗？我去看一下好了。我先把那个水稻切完。水稻，之前还在那个刷水稻的，那个什么谦逊，对，我刷了不知道几个小时，刷500，白跑。看一下现在工匠魂多少？工匠魂，看一下35C 可不可以买到？想要，因为66等有个传说我想用，然后我还没想把它5连。工匠魂40C， 是有没标价，我等一下问他有没标价。请问35C 可以吗？还有没有好心的？总会遇到好心人的，玩游戏都会遇到好心人。像前几个赛季，我玩就有人送我装备，虽然因为那时候我是已经寂寞才开始玩，
然后说哦，我已经，哎，有一只。那时候寂寞才开始玩，寂寞才有时间玩。36C 目前五金石，五金石，好多电五可以升级。有武器，通货魔符护甲，护甲，通货，通货，来掉个崇高，要不然镜子也行，镜子也行，怀有镜子梦，我们不能输，镜子梦。是，会那个，那个，会那个，会那个。我当然想。电脑给力点，不要给我突然当掉。富豪后悔重铸。哦，谢这个没有。好，没有。哎。看一下我可不可以换那个，现在试驾，富豪，我根本没用过富豪，等一下哦，看一下，我得到哦，我看一下哦。没有哎、欸，然后将魔法升级为，看他重铸时，重铸三个重铸，他没有，他不在。是 C， 好的，可以这样凑满40C 去买一个工匠。我已经花了80C。四十 ，OK。然后工匠魂，我就是爱花钱。其实我本来这季想玩那个、欸，这季想玩智力，但是我不要这么自虐好了。我还是别这么自虐好了。干嘛没事玩智力？听说哎、欸，智力的掉落几率会比较高吗？
零，不会是不是？都市传说哦，那如何多？我差一点力量啊，兄弟。等等等等，我少一点力量，现在有点小尴尬。我靠嘞！我先用这样子好了，我差八点力量啊，尴尬啊！哇，太尴尬了！等等等等，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可以用什么方法补救？去买力量，对，买力量，没错。不用啊，不用买力量啊，我看一下天赋。哦，这里有一个，我看要哪一个可以，先不要点这个 ，OK， 挫爆欸，好，可以。我喜欢就是，哦，外面又在那个了。这是国语的声音，哇！国语是你，国语的声音哦，对哦。国语这样继续做就对了，继续做。我支持。好，然后继续打。在哪里啊？从这边进去，我记得。下层地区。OK。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大概卖多少？1C 哦，1C 而已。一点金。金呢？哇哦！点桌。一点金。加。OK。
字。好，文。洗一些陷阱的珠宝，这一季是陷阱当道是吗？这一季是陷阱当道。哎，好像我同学是玩那个天雷地雷，天雷地雷，看他玩的蛮爽的。电弧陷阱哦。电无线你干嘛好？啊，我比较与众不同，虽然说是电弧，但是我是自私，我不想玩陷阱，陷阱不合我口味。乍看一下我也是，其实不是。原来现在陷阱那么夯，可恶！我都看他们什么可以靠 POE 赚台币哦，我也好想要。他们就是什么有一个他，我朋友说什么有一个群，然后他们就会那个。就是有陷阱或召唤哦，召唤上机超强啊！我上机就是玩召毒瘤，我上机就是玩毒瘤召唤。数字王，因为我朋友说，像数字王那种就是要广告打很凶的，然后才会被看到，因为那个就是新手才会去看的。就是那种套装组合，然后新手就会看得眼花缭乱，就是说买了，买了，买买买买买起来，我还不买，买爆。卖个装。新手的那一点还好啦，至少新手有得到他想要的、啊，没错吧？新手有得到他想要的，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 money， 这我们互利共生，没事的，没有骗谁骗谁。商人就是不会说眼花缭，不是天花乱坠这样子的。深渊珠宝，银印卡，哦，我刚才卖整套，了解。可是我个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卖啊，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
买，所以说我才很佩服那些可以就是靠 POE 赚钱的人。就是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有价值，我可能就知道崇高啊，崇高有价值，然后可以拿去卖台币，要不然就是镜子，可是我从来没打过用镜子，所以哦，做珠宝，看当季流行什么流派，就是做那季的珠宝，可以。那、啊、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都会卖多少啊？就是那个价格，是一个就是一个珠宝。Oh shit， 那个啦 ！Oh my god！My god 嘞！哦、oh, ，了解。卖那个啦。哎、欸，哈库里欧。What if, and bear with me here, what if instead of gutting, you say present self, I hear hollow. 那他真的算是会卖、欸。然后两个礼拜后也大概一颗一百，可是我觉得一颗一百也不错啊。哎、欸，这样洗的话，感觉好像成本也不用太高吼。靠塞，轻松靠塞，轻靠塞就好了。看运气，对啊 ，POE 就是一款运气游戏，没办法。坐庄死全家，坐庄直接赔全家，就叫你别坐庄了，还要坐庄，那我还是好好玩游戏吧，别想那些。除非让我塞刀，我再去拿去卖。哦，做庄富豪石就会烧到刀。其实说认真的，我还没用过我富豪石还没有，可能用过的数量还没有用过五颗吧。我就是把它摆的放在通货仓，因为。它也不能换成那个、啊，它也不能换成那个，就是我看那个通货四级也没办法换成混沌石，然后就把它放着，可以吗？因为我是看去看那个通，我现在一比一哦，因为我是看没有人在收。我知道啊，我知道，就是我看那个通货市集是没有人在用富豪石，就是收混，就是用混沌收富豪石，有点老舍。哦，就是一广，我都忘记这游戏有广，我都忘記，很尾皮。现在就是拼速度，这就是一款速度游戏。摩托海亚库，速度越快的话，你能获得的利益越高。有没有
骂声的。哇，好多。好。130。哦，我的连接到差一减一。Shit。我妈叫我下去喝饮料，我先下去拿一下饮料。顺便吃了一个泡芙，好好吃哦。
啊，我忘记解了。我等一下应该要去做一个解流血的。流血的，历史巨兽，逮捕。差点被流死，通货，通货，化石。我我我，哎，我死了吗 ？Shit， 我死了。我想说，哎、欸，奇怪，我刚刚是不是还在动？锯齿护好，然后又护好。我看下锯齿现在多少？锯齿，嗯，哦哟，0.33C， 没有价的。恩赐神殿，多个坠魂 ，Let's go。
哦，打完了吗？哎、欸，还有一只，得了。哎、欸，太多东西，尴尬。视同双手武士，我也很喜欢收集传说，传说收集狂，垃圾也收集，没有玩具也收集。感觉全传说收集到就很厉害啊，真的是吧？看来有同好了。并不会比较厉害。喂喂，没错，有军装就是爽。喂，怎么这样讲？有啊，厉害啊，厉害啊！我还没看过真的有人全部全员都收集到的、欸。怎么又是我好想打副老师哦。要是能把副号改成崇高，不知道该有多好。我现在是在伸懒腰，为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睡着。这个数值比较好。Do you need help with something? 风域牌组，风域牌组好像两 C 吧。把毒给醉。要是我的
风域牌组开到明镜，不知道该有多好。明镜就好像一个就好几伊莎了。杀了夏卡莉，夜结石，复制的。禁忌的宝库，哇，这是什么东西？哦，幻影大师哦。然后，哎，怎么有这个东西？他挡不了我，瓦尔迅捷有。又一个迅捷，六栋。被毒好毒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你越说越离谱，根本不在乎。哇、哦！是，差点，哈哈。哎，注意，别太嚣张，别丢太嚣张哦。没躲到他的招。 Oh my god！ 哎、欸，拜托不要，拜托不要，然后钻来钻去，不要钻。刚没躲到他的招，
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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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使不好使预言成真好多富豪哦我的天我是富豪之子吧富豪之子哦，真好喝地狼掉落一个传奇物品哦哦 shit 想要站着 A 都不行打这个人你要走欸哦真的是真的真的是你要走欸想站着 A隔墙打，隔山打牛，爽！变天石，哇，这是什么东西？神秘石。这季地图好打多了，上季我觉得我还蛮好打的、啊，上季我玩那个啊，上季我玩。召唤还蛮就是直接碾过去哦，我听说过追忆的地图难打到爆，这是难打到爆，然后奈季被骂很凶，可是追忆我没有玩，追忆奈季我没有玩，追忆后面是神域吧，我好像是神域才开始就是才有在回坑回国。神域我觉得还是没有到特差的，是真是真是真的。下一个试炼，下一张才会有。还有那个联盟史，我觉得联盟史那一季好好玩哦，
就是可以开，可以开很多，可以开很多东西。就是有一颗石头，然后你会很多效果。那个吧，没错，来来回回，想到就玩，不想玩就不要玩，不想玩就不要玩，还有这么多游戏可以玩。不过这个真的是还蛮好杀时间的，游戏真的是蛮好杀。玩一玩，时间过去了。重铸石。黑曜琥珀，加九圈能力。4 5 7 2 1 2 OK。杀了多少时间？也是没多少钱。不会啊，如果你有赚到钱，就是不算浪费啊。像我这个就是真的是拿来杀时间的，虚度光阴，废寝，就是一个废寝。笑，笑了，笑了，说着说着就哭了。有些人还会懂得利用游戏机制去赚钱，我的话就玩爽的，看有缘吧。上季我靠那个啊，上季我靠那个化石赚蛮多的，游戏啊，在游戏里面，上季我是矿工。一直挖，一直挖，可是我也没有挖到很深。还好。就是看个人需求，有人可以挖得很开心，哈哈，哦呦，吓死了！像我就挖得很开心，我就一直狂挖狂挖，哦呦。幸好我血够多。就是可以那个，就是刷那个，我先回去卖装，刷那个大师好感度啊，然后去装饰自己的家，去装饰自己的家。把自己家布置的美美的。
反正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玩。赚钱，赚钱要紧嘛，赚钱要紧，要养妻小啊。赛季或许就不会玩了，很多人正常都是，很多人都这样子啊，除非真的是很有心、很有爱，然后就是才会再会玩下去。要赚钱的话，就是靠前期赚。啊？好，我去拿个东西。小小工具人，太晚回来的话已经是寂寞哦。了解。我是就算快赛季末了，还是会如果有时间就玩一下。巨龙神殿，洛卡汉，卡洛汉啊，讲错。嘿嘿嘿，卡利斯是不是？生想干嘛做坏事？哎，出来了！犀利。上季没玩，这季玩了猛毒回旋。哦，猛毒回旋听说很强，好像就是装备不用到很好，稳稳刷 T18 那种。啊，大零头在玩增强版零头，零头 2.0。好，二点
病疫之难，病疫之难我就不知道了，这些技能我没有研究。病疫之难也是感觉就是只要是毒的技能都很狗。但本身伤害是超高哦，了解。第二支可以考虑来玩一下。我是会练超过一支的男人。也是有时候会有点小麻痹，黑暗三面。这 ，shit， 灵魂盛怒，感觉那个听说也是个新技能。Oh my goodness， 一不小心都会死一下，一不小心就死一下。走位一不小心不好就会死一下。普兰德哦，普兰德金币，澳洲都没看到那个卖金币的商人。哦 ，What？ 我不打这个。我对他畏惧感。欸，可是我好像要经过他。算了，打完。有诶，出现了，慢金币了。欸，出现了，刚刚说曹操到诶，我想说欸，奇怪，那个胖子诶，那个胖子我都不出来，突然还出现了。说曹操到了。兽血之父，
八千，现在大概八千。左手边，哈。焦油炸弹，哎呦，差点又当掉了。每次他一放大招的话，我都差点当掉，真是的，超怕我突然断掉又要重跑一次。我感觉这一季的升级好像蛮快的，错觉，因为我感觉好像没打多久，然后我又是升等了。像现在我们已经快七等了。也是啊，也是。这么说也是呢，玩太多次了，就已经有点是那个 SOP 了。而且我又是玩电弧，放一下就直接走。69了。
而且这个有一个好有好处是，你可以看，就是你看他身上有那个器官，你就他就是那个本尊，他就是本尊。打这种分身的时候最好用了，他身上就会有器官的那个显示。超棒的这个器官，小心机，喊起来，喊起来，喊起来！我先点那个，不是不是，变成肥婆二，肥婆，肥婆系列，肥婆，哎呦，哎，不是不是，我不是我死，不是我死，吓死！不管是不是分身，反正都被我毒到，也是哎，反正都会被毒到。站 A 关，好爽哦！站着 A，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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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呼！挖矿要怎么挖哦？懒人包，你就挖越深越好。然后越深啊，就会有那个什么类似据点的东西。然后，安安，哦，我有靠逼。然后挖越深啊，挖越深，然后就可以打那个奥尔。奥尔就会掉那个一个饰品徽章。是说祖祖那个，你一月一号有空吗？不是一月一号，早上，早上中午那时候。